您。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莲花生大士，南无噶玛巴尊者，好，尊贵的慈悲的海涛法师及在座的上师们、师父们、诸位菩萨，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今天我想我们大家都怀着一种很特别的心情坐在这里啊，刚才我问老板，我说现在每天杀多少只鸡啊？他说跟以前一样，啊，1万多只，2万只。那一年杀下来，就跟我们新加坡的人数差不多了。你看，这个只是一个屠宰场哦，啊。只是一个屠宰场，而且我们老板啊，他也示现，他也是，我观想他是菩萨示现来教化我们。我们来这里参加法会有几年了？好几年了。从第一年来他就说要改行，第二年来还是这里超度，第三年还是这里超度。我们凡夫是不是凡夫啊？是凡夫啊，明知道错啊也改不掉啊，就好像有的人抽烟的一样，他抽烟的人知道这个香烟有害身体，哎，戒不掉。凡夫可怜不可怜？我们可怜不可怜？那些鸡更可怜吧？啊，所以愚昧害人呐。凡夫也等于罪，罪恶画等号，可以用数学公式，凡夫等于罪恶，因为凡夫有贪嗔痴，对不对啊？贪嗔痴就会造无边的恶业，而且明知道是恶业也不肯回头，这就是凡夫的。就是这样，明明知道也是这样。那昨天我们跟尊贵的啊色拉切的格西啊一起吃饭，我们也在商量这个问题啊。我说怎么办呢？我们来超度好几次了，都在这里啊。但是我们格西就很慈悲啊，他说：“哎，如果他不做了，他转让给别人，别人不是照样也杀吗？哪怕这个公司就是关掉了。”关掉了，那别的那个啊，批发市场啊，或者是那个饭店呢、啊，他不会因为一家杀鸡屠宰场关掉了，他就不卖鸡了，他会找另外一家去进口，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杀？为什么要卖？为什么饭店要做？最终是因为什么？因为大家要吃，对不对？所以吃素很重要。这个也让我们想起来，为什么叫吃他一口肉，欠他万万千？你吃他一口肉，
全世界杀生的都跟你有关系。所以我们大乘佛教放弃吃肉，我们到印度，我们看到很多的印度人，虽然现在不一定有佛教信仰了，但是他保持着佛陀时代的这种慈悲心，很多印度人是吃素的。我来东南亚看我们的素斋馆，好多素斋馆里走进来的都是印度人。那我们中国人华人有了佛教2000年的历史，特别是大乘佛教进入中国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所以我们华人在这个世界呀，要带一个头啊，带一个头，要吃素。吃素来培养一种慈悲，长养慈悲，积累我们的资粮。所以楞严经里也说，修行还吃肉，修行还吃肉，他说修成什么呢？那你修成什么结果呢？上品罗刹王，中品罗刹那个罗刹的名，下品罗刹鬼，就修这个修罗刹的，最后结果出来，就像好像以前那个张大千画马一样，画的他爱人都很恐怖啊。他说张大千晚上啊，做梦睡在床上像马一样，所以他爱人就问一个老和尚啊，就说师父啊，我们张大千天天画马啊，画的自己人都变成睡觉的时候变成马啊。所以老和尚来给这个张大千开示啊，就是啊，你不要画了，你画的再好以后你变成马而已。就是佛陀时代呵斥那些外道，苦行外道，他们修什么苦行呢？他们觉得这个狗不错，他们学狗。那佛陀开示，你学的再好以后就是投胎做狗而已嘛，你这修什么行呢？所以我们修行人如果不断肉，可以说这个修行是不究竟的。不要说往生极乐世界了，你就是你从地球的这个文明体系里出来好了，你到其他一个星球的体系，你都不好意思说我是地球来的，我地球来的，我还吃地球上其他的我们兄弟姐妹，你说你怎么好意思啊？天地之间长养的万物，我们竟然还吃它啊，同是有血有肉，同是有有心肝脾胃，同是有爸爸妈妈有子孙后代的，我们竟然就把它给杀掉了吃它的肉。所以过去唐朝啊，那个孙思邈这个医王他也这么说啊，说杀生补身岂有此理，哪里有这个道理的？杀生能补身，没有这个道理的。所以连藏医里面的藏医师他都不是不用肉来做那个的，不用肉来做这个药的，因为所有一切的医生都是以慈悲为本怀啊，要治病救人呢、那怎么可能救人然后害其他的生命，以害其救生来害生呢？所以包括这个我跟法师前年嘛，在菩提迦也参加大宝法王的法会，大宝法王就亲自说，他说我虽然不是命令大家，但是我已经吃素了。大宝法王从2005年我们在瓦拉纳西那个智慧金刚大学那次，我们第一次跟大宝法王见面，大宝法王就当着我们的面说，他说以跟你们见面的缘起，他说你们两位啊，中国来的这个大乘法师啊，我今天跟你们见面，他说我很惭愧，我以前很喜欢吃肉，但是我今天跟你们见面了，以这个缘起，我以后也不吃肉了，我也开始吃素了。那个是第一次法王当我们面亲自说。然后前年在菩提迦耶的法会上，他就宣布，他说我的法王子们都已经吃素了，包括
创古仁波切这些老的上座，上座这些哎噶举的这些上座这个活佛，说其他的呢我并不是命令你们，你们应该去思考。比这个更早啊，观音尊者在印度的十轮金刚大法会上就向全部的信众们宣布，大家要断肉，不要吃肉，甚至那次法会叫大家所有身上带的皮的东西当场烧掉超度。虽然我没有亲自去，我听到了他们给我转告这个，说起这一段啊，尊者是那样子的强调，所以我们听了都非常的欢喜啊。哦，在中国哎，号称世界最大的佛学院喇荣五明佛学院，现在常住僧众近20000人啊。我99年第一次去，那个时候还吃肉呢，法会的时候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哇，那个肉堆起来像山一样啊，但是那个时候的肉都是三净肉，他们是到青海啊，到很远的地方，不是专门为他杀，不是什么，反正啊，回来了之后还做超度。那个时候我还看到那个打斋的时候，那个肉堆着山一样啊，觉母们拿着斧头在劈呀劈呀劈呀砸碎，砸得一块一块的烧牛肉稀饭。哎，因为牛肉稀饭是他们像过年一样的。但是后来就发生了转变了，我再次去五明佛学院的时候发现稀饭已经不再是牛肉稀饭了，就是那种是素的，我们大家新加坡也有的，就很像肉，就是素的很像肉，哎，有一点点就是胡椒的味道的，有一点点那个稀饭就是也很香，大家也吃得很高兴。哎，2001年就开始五明佛学院彻底全部都是素食了，然后活佛们堪布们也纷纷的到法王面前去发誓，有的说我吃素1年，有的说吃素半年，啊，有的说吃素3年，有的发誓一辈子吃素来供养给上师，祝愿上师身体健康。这可以知道，哪怕就是在藏传佛教里，就是说没有吃肉，但是他也知道吃肉是不好的，吃素是肯定好的，吃素是可以直接供养给上师的。所以创古仁波切，你看我们知道大宝法王的那个寻找香格里拉里面就特意提到创古仁波切在青海的这个创古寺是全部吃素的，那个里面尤其提到全部是素食，包括现在在尼泊尔在印度很多噶举派的佛学院全部是吃素。我们出家人是这个地球众生的楷模啊，不一定大家都要出家，但是大家要向出家人看齐。现在三乘教法，包括我去泰国有一位法师，他泰国的，他也是吃素啊。本来泰国的话托钵嘛，托钵托到什么吃什么，但是他办法很好，他托钵是不分，回来之后呢他把它分开，荤的是荤的，素的是素的，愿意吃素的人就吃素的。然后有一些居士啊，有什么他们这个寺院里还有那个白衣嘛，还有白衣，有的他们就是说还没有觉悟到这么好，有的他们还是那个，但是这位师父已经开始提倡，所以他也是对我们这个大乘佛教尤其的恭敬。哎，这个我很少见，因为在泰国啊缅甸很多的呢，他以为他的这个他就认为，有的人他会这么说啊，说大乘啊非佛说啊，金刚乘有这么说，也有这么说的。但是我遇到那位法师他不一样，他跟我说，他说我多少什么时候我曾经转身过在汉地，在中国，我在中国做过出家人，我什么时候在印度转世做过印度的出家人。所以他虽然是那个泰国的上座部佛教，
但是他对大乘和金刚乘完全认可而且恭敬。特别我去，他就邀请他说，请你在大殿里为我们念你的大乘经。我念完了之后，哎，还奉送，再另外再附送一段金刚乘的，哦，他特别高兴，哎，他多恭敬，因为他还清晰的记得，他曾经做过印度人，做过中国人，啊，做过西藏人，哎，这今年年初，他秘密的，他本来是庙里的住持啊，后来庙里消失了。好长时间回来才跟大家说，我去菩提迦叶朝圣去了。结果他在菩提迦叶金刚座朝圣，在金刚座取出佛杖，你就可以知道，不仅仅一个哦，我们金刚乘佛教宁玛派佛教有取佛杖，其实格鲁派也有取佛杖的，噶举派也有取佛杖的，萨迦派也有取佛杖的，甚至这个泰国的一位法师，他到金刚座去朝拜佛陀，得到佛陀的加持，而且还在金刚座取出佛杖。哎，前一段时间叫他弟子打电话给我，他说其实有重要的事啊，叫我还要去一趟，我到现在还没去。哎，他还取出佛杖来，你想想看，所以知道这个天下的佛教啊，慈悲心，不吃众生肉，这是最基本的。特别是你比如说我们啊，大乘佛教也好，金刚乘佛教也好，最基本的标志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戒。金刚乘的标志也是因为菩提心啊，它偏重在菩提心的果地量，圣义地的菩提心偏重在这个上，哎，偏重在方便上。我们大乘呢，偏重在这个大乘的因地上，哎，大乘的因地上。所以这个菩提心戒是我们的共同标志。菩提心戒的具体表现就是不食众生肉。梵网经里面就说，食众生肉断大悲种，断大悲，大悲，大悲心都没有了，哪里还有菩提果啊？食众生肉断大悲种，断菩提道，菩提道不得现前，大悲心都没有，哪里一个有大悲心的人会吃众生肉啊？前面我们尊贵的海道法师讲到，你如果你知道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去世啊，你会哭啊。我以前梦里面梦到我爸爸妈妈去世，我梦里哭醒过来啊，哭醒过来，不敢想啊。哎，我老实说，我师父原籍我是有一点数的。正因为有点数，我都不敢靠近我师父啊！我不知道我怎么面对我师父要圆寂，我怎么面对啊？我今天可以跟大家讲了，我一直都保密的，保密的。啊，几年前师父圆寂，几年前我就有，一架很庞大的飞机，慢慢下来了，下来了。落下降下来了，那时候我就很清楚，这预示着我师父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他越是不敢想这个问题，所以师父圆寂前三年，我一直每次去见师父都是祈祷师父长久住世，长久住世，都是讲哪个老和尚活到100岁、110岁、120岁，啊，这个老和尚怎么，我就意思啊，因为我师父罗汉，那些罗汉就是现托梦给那个首座和尚说啊，你们方丈和尚可以活到100岁啊。所以我师父也亲自跟我们说，他说我可以活到99岁、100岁啊，但是为了要把福报给你们啊，就是本师佛陀明明可以活无量劫，按照当时的人寿至少可以活100岁，但是佛陀说，我把我自己的20年的福报给弟子，给你们的，给你们加持，给你们。所以佛陀80岁入涅槃，我师父说，我今年已经85岁了，我把我的15年的福报都给你们吧。但是你想，我们听到师父这么说，我们内心我哪里敢想啊。所以师父圆寂
原籍前几天我忽然的就是 也莫名其妙什么事情都放下，本来的排好的计划全部都推翻掉，然后到我师父身边跟师父在一起朝夕又相处四天。最后临走的时候我跪下去请师父给我抹顶，所以我永远记得师父的手放在我头顶上，温暖的手放在我的头顶上的那个感觉，成为我永恒的对师父的纪念。哎，结果回到寺庙里两天，那我的师兄打电话就说我师父圆寂了。啊，现在我们寺庙就在开我师父的纪念法会，啊，11月11号是师父的圣诞日。哎，师父圆寂了好多年，啊，今年是第6年了，前两年呢才说，才来告诉我们，本来在佛教界里，啊，我们师父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去朝普陀山，在梵音洞看到的观音菩萨竟然显的是我师父的形象，所以佛教界传说就是说啊，我们师父是观音菩萨化身。后来他主持的第一个寺庙是大佛寺，是弥勒佛成佛的道场。啊，看那尊佛像，开凿于1500年前，由道宣律师的前身申佑律师亲自开凿。显的是弥勒菩萨以后成佛的弥勒佛的像，这个是师父主持的第一个寺院，而且在这个寺院开光的时候，都率内院的佛弥勒佛也还现出原形出来，所以在以后的10-20年的过程当中，我师父也是就本身他老人家就是那个两耳垂肩呐，啊，这个啊，这个是。虽然夜不倒单，但是很我们师父很魁梧啊，很魁梧，然后见到众生都哈哈大笑，哈哈大笑。所以很多的佛教界的这个信徒呢，又这个后面几年又把我师父当成是弥勒佛弥勒菩萨。哎，直到前两年师父才直接从兜率内院里在极乐世界告诉我们，我们师父原来是观音菩萨和弥勒佛的合一的化身。像这一次我们跟海涛法师出来啊，那个是行程不断，每天都是要讲法又要超度，每天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的恶业都是数不尽的。哎，所以这个两天我们两位法师昨天说，哦，两个肩膀好重哦，累的，我呢是两个腿好重哦，累的走不动路啊。然后前两天我已经累到躺在床上连翻身都翻不动了，然后正好那天又是我师父的圣诞日，啊，我就躺在床上啊，我思念我的师父啊，流着泪想着师父啊，哎，然后第二，这个师父这两天就在给我们开示啊，从兜率内院直接给我们开示，啊，鼓励我们。但是，我想，诸佛菩萨真实的存在在这个世界，诸佛菩萨天天在悲悯着众生。像法王如意宝所讲，有一个众生还在轮回，诸佛的这个泪都不会干。哎，所以我们有时候，所以包括今天的法会，我想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法会，是最容易升起大悲心的法会。今天的法会我们最容易变成观音菩萨。你想着这么多年的积，一年就是啊，就是8-900万，这一个屠宰场，今天来的还而且不止我们这一个屠宰场，很多很多很多屠宰场的众生都聚集在这里。不仅是今天，我们这要开法会，前两天就聚集过来了。啊，他们看得见的，我们新加坡看得见的就跟我说了，师父他们已经来了，已经聚集在这里了，所以我们那个。我们要刚出门，哇，那个大雨就降下来了。这为什么？众生的冤气呀，冤气之重啊。我们跟法师在国外弘法，特别是去那个地方是第一次弘法的地方，都是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倾盆。
哎，从印尼，那个时候啊，印尼，我们马来西亚，乃至到泰国，哎，都是这样。还是上次我们去柬埔寨，都是，我、哦、那个反应很强烈的，那个众生的这个，啊，这种苦难啊，众生的苦难，佛菩萨的慈悲甘露啊，要来超荐众生了，那众生的苦难也是盈满了这个世界啊。哎，佛所以讲，众生业力亦不可思议啊！什么业力啊？恶业啊！众生的恶业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我们生命在地球上成长，我们学了佛了，这个地球这样子的，我们人类现在的这个现状，足以来佐证佛陀所说的，让我们要下定决心皈依三宝，发菩提心。断恶修善，改变自己的命运，跟着佛走，听佛的教导。哎，所以今天的法会是很特别很特别的啊，就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最容易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的啊，所以也观想所有天下苦难的众生都来我们这个无遮道场甘露法会。我们在此地此刻，大家每一个生命都是我们啊，这次啊，投身到人间来做人最庄严的时刻，我们此时此刻都心里面都涌现出慈悲啊，都也研啊这个开发出智慧，看清事物的真相。哎，这个因为凡夫呢是以分别心的。分别心里面就会有你我他，佛呢是从真智慧的，真智慧是什么？真智慧看到世界是一体的，哎，如来藏是一体的。从如来藏里面来说，你我他都是如来藏幻变出来的，像魔术师变出来的一样，其本质呢，你就是我，他就是我，我就是你，这个才是佛的如来藏的智慧。所以没有一尊佛会吃众生肉，乃至将要成佛位居补处的也不会吃众生肉的。哎，像刚才我们读的大慈弥勒啊，大慈弥勒早就不吃众生肉了。所以我们汉传佛教呢，我们汉传佛教就是很少有转世活佛啊，有这样子的。但是我们汉传佛教也尊重一种人，尊重什么样的人呢？就这位法师如果是从投胎就不吃众生肉的，哎呀，大家非常尊敬他。哎，我们汉传佛教叫胎里素，胎里素。哎，也不是比哪个佛学院怎么高啊，怎么那个，但是会比啊，你几岁吃素的？哎，你像我师父是11岁吃素的，11岁吃素，结果就这样子，他就觉得很惭愧，很惭愧，他常就赞叹另外胎里素的，也是他这一生当中最好的同参道友。哦，那个浙江天台山呢，国清寺有个老和尚叫净慧老法师，他是胎里素。妈妈一怀孕他就不能吃素，不能吃肉了，叫胎里素。我师父呢是11岁的时候断掉肉，开始吃纯净的素。一乃至的文革，寺庙被砸了，佛被破坏了，经书被烧了，袈裟没收了，但是师父坚定一个出家人的该做的事情，衣服你可以抢去，书你可以烧掉，我经是会背的，早晚功课会背，你不能障碍我背经书啊！你随便怎么障碍我吃素，你不能障碍到我吃什么是我决定的。哎，你不能强迫我吃，你强迫我不吃。哎，所以文革的时候啊，也受到很大的这个打击，但是还是坚持住吃素，从不改。不仅仅不改这个吃素，而且从不杀生，
甚至那个时候啊，弄到那个叫劳改农场啊，分配给我们师父种地，种很多地。